9月16日，上海浦东机场三期扩建主体工程及卫星厅正式启用。启用后，出行旅客在浦东机场 T1 或 T2 主楼完成值机、行李托运、出境手续、安全检查等流程，可搭乘捷运列车前往卫星厅登机。据了解，浦东机场卫星厅为全球最大单体远距离卫星厅，位于浦东机场现有 T1、T2 航站楼南侧，由两座相连的 S1 和 S2 组成，呈工字形，提供出发候机、到达及中转服务。西侧的 T1 与 S1 共同运行，东侧的 T2 与 S2 共同运行。从整个机场的运行效率来看，浦东机场由一个大型的平面运作的一个机场变成一个立体的，所以我们的捷运就通过地下快速地把旅客从主楼运到了远机位，我们的下穿道就把托运行李快速地从主楼运到了卫星厅。相信我们的整个卫星厅投用一定会给市民出行、航空公司运行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，为浦东机场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强有力的物质基础。卫星厅启用后，新增90个登机桥位，将使浦东机场航班靠桥率从50%提升至90%以上。其中，环绕中央核心区有35座三层国际国内可灵活切换的登机桥，相比功能单一的登机桥，每年可多处理700万人次的旅客量，提升了卫星厅的使用效能。我们根据浦东机场的特点，增加了35个可转换机位。因为作为一个大型的国际枢纽航空，既有国内航班，又有国际航班。这架飞机靠桥以后，如果它是国内到达转国际的，往往机位很难分配。实现了可转换机位以后，就可以很好的把国内跟国际航班做一个有效的衔接，也就不需要飞机进行一个拖拉，飞机的效率更高了。据介绍 ，S1 卫星厅的中央中转大厅集中设置了国际转国内、国际转国际、国内转国际三种中转流程。国内转国内可在国内混流层同层中转，将极大缩短航班最短衔接时间，为航空公司推出更多中转产品提供了便利。S1 卫星厅的全自动行李处理系统，每小时处理行李高达5000件，全面支持航空公司通程航班一票到底、行李直挂的业务需求。胡志宏透露，卫星厅商业面积共计2.8万平方米，门店共有159个，其中商业店铺100家，餐饮店铺55家，金融网点4个。品牌结构与航站楼有较大差别，其中50%以上的百货零售与餐饮品牌和航站楼不同。进入卫星厅，大家好似进入一个大的整个商场，会有一个非常舒适的购物餐饮的销售。同时，我们浦东机场也是把餐饮作为一个重要的功能，而不是一个盈利的手段。我们这次引入了上海市的老品牌，引入了6家米其林餐厅，也引入了很多网红餐厅以及大众的餐厅。据了解，浦东机场两座航站楼加上卫星厅总面积超过145万平方米，旅客的人均候机楼面积从4平方米提升到了7平方米，旅客的空间体验将更为宽适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